佳丽，你吃了好多糖果。天哪，佳丽，你肚子痛吗？你看起来不太好。也许你最好去医院，让安博检查一下。别担心，佳丽，安博会照顾你的。我们走吧。嗨，安博，佳丽来找你了，她肚子痛，你能帮她吗？安博现在可以检查，佳丽，你最好跟着安博去检查室。说啊，佳丽还好吗？安博，他吃了很多糖果。糖果应该是加餐，而不是饭。它们全是糖，对身体不好。没关系，佳丽，安博会治好你的。现在来点特殊喷雾提提神，佳丽，闭上眼睛，想象在海滩上。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，佳丽。待着别动，佳丽，你需要一碗鸡汤和一些水，喝吧，你需要充足的水分。这是你的午餐，安博宝贝，是汤。已经好了，佳丽，现在可以回家了，要注意休息，别吃太多糖。干得好，安博，佳丽看上去好多了。下次见。嗨，比利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
胜。天哪，你看起来不太好。也许你该去安博那里看看。嗯哼。嗨，安博。嗯。比利病了，你能帮帮他吗？比利，安博准备好了。啊，可怜的比利。安博宝贝，可以帮你的妈妈拿一个温度计吗？哈哈，那不是温度计，安博。这个是温度计了。说啊，比利。啊哦，是不是说比利发烧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好主意，安博。这是退烧药，比利，它也能防止你打喷嚏和咳嗽。别担心，味道没那么差，它会让你感觉更好，这是值得的。来吧，比利，你可以的。看，没那么差吧？你真好，安博，这么用心照顾病人。谢谢你的帮助，安博，也谢谢你，安博宝贝，你们配合得很棒。来吧，比利，我们带你回工地。现在该休息了，比利，你很快就会恢复的。嗨，安博宝贝，你是来检查比利的吗？比利，你看起来很棒，我们很高兴你好起来了。再见，安博。再见，朋友们。嘿，赫克托，今天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。外面太亮了，赫克托。你也许应该戴墨镜。当心！天哪，赫克托，你还好吗？你最好去医院找安博检查一下伤口，你撞得很严重，安博会照顾好你的，我们走。嗨，安博，赫克托出事故来找你了，你可以检查一下吗？
安博现在可以检查赫克托，我们跟他去检查室吧。安博，先检查你的眼睛，赫克托。你的鼻子撞得很严重，赫克托，安博会涂点药膏。安博处理伤口打绷带的时候，做好别动。看起来你的头撞在了电线杆上，赫克托，有一个大肿块。冰袋有助于消肿。你能转向一边吗，赫克托？安博需要看一下你的擦痕多严重。哎呦，一定很疼。也许现在会疼，赫克托，但它会给你的伤口消毒，这样才能痊愈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，赫克托。安博几天后再复查，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拿糖果。下次在晴天飞行时记得戴墨镜。又一个成功治好的病人，安博、赫克托马上就可以回到空中飞行了。大家下次见。我真不想，弗兰克。看来你到得很及时，在没有太大损失之前，开始灭火。小心，弗兰克，起风了，慢点，降低你的梯子。你不会希望它断掉的。哦，弗兰克，你的眼睛肿了，疼吗？也许是烟熏的，你最好去医院看看。别担心，弗兰克，安博会保证治好你的。嗨，安博。弗兰克在银行灭火的时候，眼睛里进了些东西，你能帮帮他吗？安博可以检查了，弗兰克。哇，你的眼睛又红又肿，弗兰克。你最好跟安博去检查室。光线很好，安博。
怎么样，安博？你能看到是什么引起的弗兰克的眼睛红肿吗？火灾中的灰尘。一定是风吹的到处都是。眼药水会清洗眼睛，缓解红肿。弗兰克，现在再确认下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接下来呢，安博？安博宝贝，在扮海盗吗？遮住一只眼睛就可以了。可以走了，弗兰克，安博给你处理好了，你的眼睛很快就会好的。谢谢你的帮助，安博，也谢谢你，安博宝贝，你们合作得很好。回消防局吧，弗兰克，以免有人需要你。晚安，弗兰克，我们几天后复查，看看恢复的如何。大家下次见。